什么时候你听经、读经、读到里头没有意思，你就会恍然大悟了。它真没有意思。啊，那是什么一种事情呢？般若经上讲的，般若无知。你跟性体接近，照而即强明常寂光土，即而照呢，强明清净法身。即是体，照是作用。啊，从用归体，称为常寂光土。从体其用，叫它做清净法身。身土不二。借树强名啊，它本来没有名字啊，不得已勉强给它定一个名称啊。为什么呢？教学方便啊，那不是真的。所以老子讲得好，名可名，非常名啊，道可道，非常道啊，啊，都要晓得这是名词术语。名词术语不是真东西啊，是为了教学方便而假定的、假设的啊，千万不要把假设当作真实，那你又迷了，你迷在名相上了。所以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教给我们修学学习的心态啊，一定要懂得立言说相，文字是言说的符号啊。立言说相，不要去分别执着言说。那你要看圣人这些经典，再从释迦牟尼佛口述下来记录下来。啊，所以文字是言说的符号，言说不能分别执着，文字也不能分别执着啊，所以要立文字相啊。那么再进一步，不但要立语言文字，还要懂得立名词术语的相啊，这些照、这些即，这都是名词术语啊。身土啊，化身大士、化身佛，这都是名词啊，都是为表法方便假立的，这里头没有实意啊。让我们听了、读了，懂得他的意思就行了啊，不能执着。幕后一个是不能执着心原相，听的是望闻生意，哎，我看的这个我觉得是什么意思，错了，没有意思。永远要记住啊，大彻大悟的人永远没有自己的意思啊，你多了自己想，哎，这什么意思？是那是你的意思，与佛菩萨不相干，你错会了意思。什么时候你听经、读经，读到里头没有意思，你就会恍然大悟了，它真没有意思。啊，那是什么一种事情呢？般若经上讲的，般若无知。
你跟性体接近啊，像这个我们看电视啊，哎呀，你慢慢明白屏幕了，屏幕上什么都没有啊，这是一切法的本体，一切法是依它变现出来的啊，100多个频道里面的画面通通都是依这个屏幕现出来的。你现在回过到自信了，哦，什么都没有，般若无知。它起作用呢，无所不知啊，所以你要到无知的时候，你才真正起这个大用，无所不知。要不要学？不要学。你所学的那个知见是错误的。啊，那是知识，真正智慧呀，心底里面干干净净，就像慧能大师讲的，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起作用的时候能生万法，这叫智慧。啊，智慧是无知无所不知。知识呢是有知有所不知，啊，跟这个恰恰相反的。啊，我们要把佛经当作知识来研究啊，那你就路走错了。啊，学佛是求智慧的，不是求知识的。啊，知识能解决一小部分的问题。后头还带一大堆后遗症，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，不带后遗症。啊，智慧一定要达到明心见性。啊，要达到明心见性，你都要放下言说相、名字相、心缘相。啊，达不到了，慢慢来嘛。达不到，你天天这样学，学久了，哎，就达到了。啊，所以佛法84000法门，读诵是一个法门呐。啊，我天天念经，念经什么？念经就是修戒定慧。啊，依照马明菩萨这个方法，就修戒定慧啊。啊，我读这一部经需要1个小时，我每天修戒定慧1个小时，戒定慧一次完成，依照这个规矩去念，就是持戒，依照这个规矩就是立文字相、立名字相、立心缘相，啊，老老实实用清净心从头到尾把经念一遍，这持戒念的时候你都不执着了啊，文字相放下了，名词术语也放下了，也不去想经里的意思，这是修定。你看，你在修戒，在修定，念到遍数够了，什么时候够？什么叫够？每一个人的缘分不一样，每一个人的标准不一样。啊，设在那个标准去了，你的清净心现前了，清净心现前。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，这叫小悟，不是大悟，小悟啊，那比一般不觉悟的人高明多了啊！从小悟还是用这个方法啊，再过若干年。
就大悟了。为什么呢？平等心先切了啊，再有若干时候啊，有大彻大悟，你就变成化身菩萨了，你成佛了，那什么觉了。这个觉是无上正等正觉啊，就是清净平等觉，这个觉是无上正觉啊。为什么它是三个字？清净心的正觉，平等心正等正觉，所以后头这个觉是无上正等正觉。从这个地方诸位就能体会到啊，能肯定啊，能深信不疑。这一部经上凡夫能成圆满的佛果，你是这个法门多殊胜啊！所以这个经你会不会念？会念，哎，我们从凡夫地将来会念到正等无上正等正觉啊！你会不会呀？如果一面念一面打妄想，那就完了。一面还想到，哎呀，我是什么境界？我怎么样提升呢？那完了。马明菩萨教我们这个原则是真理，永恒不变。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需要遵守这个原则。啊，你不遵守这个原则了，你就错了，错在你自己，不能怪别人了。啊，就古之生土不二，借书强名，急躁同时，非思量尽。啊，不要去胡思乱想，胡思乱想你就错了。啊，有胡思乱想那个时间为什么不念阿弥陀佛？这个胡思乱想也很不容易去掉啊。所以净宗有个妙法，用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代替胡思乱想。好啊，啊，胡思乱想不是堕无明就是堕掉局啊，总是都在造轮回业，搞六道轮回啊。这一句阿弥陀佛六道里头找不到，六道里头哪一道也找不到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只跟那个地方相应，跟六道跟十法界都不相应。啊，你就记住这一句话就好。啊，掉局是胡思乱想。啊，昏沉是想打瞌睡，精神提不起来。啊，昏沉是无明。啊，这两种烦恼现前，你就好好念佛，老实念佛。啊，用念佛的方法，把烦恼取而代之。啊，你。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